大家好，我是棒哥，这是我听过最好的歌声，在深圳华强北这个夜市，有这么好的声音，我感觉来这边听非常值得。这是人家的直播，后面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人在直播呢。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很清楚华强北这个地方。华强北算是南中国最大最大的电子市场，在过去30年中，算是亚洲来说是最大的电子批发供应市场，所以他们的需求可能会影响到所有的电子业界。而今由于经济和疫情的问题，使得华强北这个地方有一点萧条，因此呢，本地的政府把它在这个时间点将这个繁忙的路段转成为一个步行街，然后在步行街上面呢做了夜市的这个设计，这可能也是仿照泰国台湾的做法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，因此我也很关注这边的变化。而这边的摊贩所卖的东西呢，也算是代表中国的南北各地，因此大家来看看他们怎么经营这个夜市。深圳。
退去。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。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你的港湾。
还在找人一起，你们下次约好啊，你们组团来好不好？我们后面放一排座椅，或者是给你们一人一个热气球，不是，一人一个荧光棒什么的小气球什么的。